至高处观望一切，神又在至高处支配一切，同样身在地实行了他的拯救。神无时不在隐秘处观望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，神对人无一不是了如指掌。隐秘之处是神的居所，神的居所，整个穹苍是神躺卧之处。撒旦的势力不得临及神圣，因神满载威严供应审判。神曾叫他万有纵观宇宙全貌，神又曾在所有的人中间行走，体尝人间的酸甜苦辣。但人不曾真正认识神，不曾在神行走，只是注意过神，因神默默无语，不曾做超然的事，因此未尝有人真看见神。如今在不必遗忘，如今在不必遗忘，神要做创世一难，人未曾见过的事，神要说历代一所有的人都认识在肉身的神，因神要求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在肉身的神。